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我空军苏35正式形成战斗力，赶赴我国南海，守护万里边疆。自从2016年底前四架苏35来到我国，已经过去一年有余，而总交付数量也达到了14架。不过随后关于苏到35战机的消息，外界知之甚少。此前外界仅有几张俄方人员泄露出的照片。昨日，中国空军官方账号突然公开苏到35部署消息，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苏35的照片。中国空军2月7日发布消息，空军苏35战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任务，这是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，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务实行动。苏到35在机动飞行和控制操纵方面是俄罗斯现役战斗机中的佼佼者，这对于中国在高机动战斗机方面做出更大突破有重大的参考价值。苏到35是多用途战斗机，具备制空作战和对地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。另外，苏到35最大航程接近4000公里，若进行空中加油后航程更远。根据中国目前已经研制了世界顶尖的歼20战斗机，但发动机一直是我国的诟病。苏到35战斗机采用的是新型 117S 发动机，该发动机的推力达到145千牛，推重比超过10，可以保证战斗机以超过1200公里每时的速度进行超音速巡航。苏到35战机的这一优势远远超过歼20。望眼南部海域周边，无论是越南低档的苏到27-30系列同型号内的低配，还是马来西亚还算不错的苏 30MKM， 即使是远在西南的印度的苏 30MKI，在性能方面都与苏35有着不小的差距。在这里，我们应当为中国空军欢呼，为中国战斗机部队最新的成员欢呼。